那指数操作很简单，请问全国投资人，这4天，从4月18开高走低，4月19开高走低，昨天高档震荡，今天杀低走高，这4天从18号、19号，昨天、今天。这4天，你有没有办法掌握到300点以上的行情？这4天要赚钱哦，你有办法赚到300点的行情？300多点，从4月18号，大户城市一开盘9:13，告诉你干嘛？1022空，空下来呢，102点。全国投资人。这都有证据啊，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操作指数啊，已经是到了人工 AI 智慧的时代啦。为什么要 AI 程式交易？你还在那边用人猜赌，猜多空，赌多空吗？甚至有的人还异想天开，还用算呢，算多空，你算给我看。AI 程式盘中第一时间帮你掌握整个筹码的多空吗？明确的讯号吗？预判趋势，掌握趋势，对不对？光这4天哦，就快要400点了。我跟你讲，啊，让你亲眼看一下。9319是不是一路规划多？1700点，上礼拜来到11077，就在这里啊，11077啊。跟你讲，高档要怎样？高档要开始懂得来回操作嘛。啊，因为面临前高的套牢嘛。这里指数操作，你不要死多头，不要死空头，对不对？这里是要高档震荡。你要懂得取高放空，拉回翻多，来回震荡。这里要懂得来回震荡操作嘛。我讲指数操作，你不要异想天开啊！啊，一做多就要涨400点，一放空涨400点。从上礼拜五、上礼拜18号到今天，有涨400点吗？有跌400点吗？没有嘛。是不是一个盘整结构，高档震荡盘局嘛？它不是大多头，不是大空头，它是区间的震荡。所以你要怎么逢高空拉回多？那你不要猜啊，你跟着 AI 程式就好了嘛，跟着 AI 程式嘛。我讲指数，你只要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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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每天一口50点哦，一口50点，一口就是10000呢。那你一个月不就20几万吗？那你做顺了以后就增加到2口，不就40多万吗？3口不就60多万吗？你要是5口，一个月就是100万吗？但是你必须怎样？必须要 AI 程式，要有明确的多空讯号，不是每天给你猜高点低点，那不叫明确的多空讯号，那叫猜谜晚会啊！每天跟你讲上多下空，那叫胡说八道啊！每天给你算关键价，关键价有什么用呢？你要有明确的多还是空嘛，预判趋势嘛。18号一早大涨，18号一早开高大涨，当天一早开高大涨，所有加入我们的 LINE 都有啊。你只要加入张老师的 LINE， 输入 King 518，4月18号一早11022。空啊，不是很清楚吗？一早9:15，11025，赶快空啊！
一早 AI 城市9:13，11022空啊，一大早一开高1102空，空下来有没有50点？有没有50点？一早啊，9:13，11022空，105点，是不是100多点？是不是100多点？不是拿钱了吗？就不要猜啊！很多人18号一早做多，赔100点。那你为什么做多？你在猜吗？那你今天跟着 AI 城市4月18号一早加入 LINE， 就是告诉你空，不简单吗？对不对？10525，赶快再空。到了9:30还在10029，哎，通通穿价，通通穿价，105点，有没有50点？对不对？这不是骗你啊！有没有50点？2个50点啊！19号一早又开高，19号一早。又开高，一早，4月19一早，11028，再空。张老师，你怎么放空？不是我在空啊 ，AI 城市空啊。AI 城市第一时间计算市场的筹码结构是空嘛？11028空，9:21，空下来呢？有没有50点？有没有50点？啊，74点。4月18，4月19，哎，2天已经170点了，你就跟着做嘛。所以今天已经是 AI 城市的时代了，就多空你就跟着大户筹码做嘛，对不对？22号。22号又开哦，昨天又开高哦，昨天又开高哦，一早所有全国赖10000多人 AI 城市11015，又空了啊，有没有？9:0711015再空哎，再空哎，有没有50点？有没有50点？有没有50点？57点嘛，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几乎每天50点跑不掉。但是问题，你要跟着 AI 城市第一时间出手。你看，几乎一开盘9点多都马上动作出来，那10点都下班了，对不对？18号9:13，102空下来100点。19号9:21，11028空下来70点。昨天一开盘9:07，11015空50点。这3趟已经多少？是不是200多点了？200多点了吗？来看今天最精彩。今天 AI 城市4趟的操作，4趟哦。你亲眼看哦，9:04，10988空。下来多少？54点。自己看哦，啊，这不是说用猜的哦。今天一早10988空，都不要你去猜哦。9:04，10988空哎，来看一下，所有电脑用户。9:04第一盘10988，是不是空？是不是空？空下来获利多少？等我这里拉近一点，是不是快50点了？一早第一盘，导播这里拉近一点，第一盘趋势力道转空，有没有看到？你就跟着空啊，空下来，是不是将近50点？啊？
是不是很清楚？很清楚啊！9:40第一盘10988空，不要猜，不要赌嘛。趋势力道转空啊，你就跟着空啊，空下来是不是将近50点？是不是50点？接下来有没有看到趋势力道怎样？对不对？不仅有讯号，明确的多空讯号，预判趋势力道，一早趋势力道空50点，接下来趋势力道翻多哎，翻多有没有看到？空单回补，来导播拉近一点，10951翻多，几点几分？9:35，10951翻多，不要完全不要你猜。完全摆脱以前那种，还什么学技术分析啦，学什么那边算了半天支撑压力，哎呀，那都赚不到钱呐！一早不要啰嗦，988空，9:40下来50点，这一趟就50点嘞，这一趟就50点嘞，一口10000嘞，来导播，接下来951多。9:35，10951一多，一多上来，你看多少点啊？40点啊，这里了，有没有看到？早上9:04988空50点，9:30951多40点，这两趟哎，不是开玩笑的，这两趟已经快要100点嘞。啊，接下来到了10:12，10977又空，来来来来来来，有没有看到？上来趋势力道转空，多单获利，977再空，来导播，10:12，那这一趟下来怎样？不多，没有说很多，但是呢，是不是也10来点？导播这里一起照啊，不要，哎，对，老不要动，不要动。977空下，应该是不是10来点嘛？对不对？这里10几点啊？然后最精彩的到了11:05，11:0510968，大家自己看，到了11:05，趋势力道这是转空哦，跌跌跌跌跌，哎，到了11点，导播这里一起照，不要动。11:05，趋势力道再多，有没有看到 ？AI 程式再多，一多到顶。那这一趟是什么？导播这里拉近点。11:05，10968翻多。那好多用户，张老师会赚钱吗？你不要怀疑嘛。好，导播这里不要动啊，你自己看啊。6点，对不对？一开始哎6点，然后呢，哎赚10几点啦。哎，20点了，有没有？哎，30多点嘞，对不对？啊，40多点嘞，有没有？到了尾盘，吓死人呐！这里11:05，968翻多 ，AI 程式一多上来，获利又是50多点，所以今天你自己看嘛。张老师都这都不是张老师猜的啊，我不是自己在那边猜算了，你就跟着 AI 程式，一早10988，导播这里，988先空下来，50点，这里951翻多，40点，10:12，977一个短空10几点，对不对？11:05，968，再度翻多。AI 程式一多上来56点，你看一下今天大户程式从9:40空多空多4趟，有没有50点？有没有啊？早上第一趟就50点了，翻多又快50点了，短空10几点，最后9:61翻多，这有50点了，4趟的操作160点，空多空多就4趟，这么简单嘛？所以你看这4天，
你说有没有400点？啊，第一天100，第二天70短空，第三天短空50，今天4趟160，这就200多了，160，4天将近快400点，完全不要你猜，有很清楚的讯号，你就跟着做嘛，啊，赚钱的秘诀就在这里嘛，好不好？恭喜大家，今天 AI 城市4趟空多空多都有明确的讯号，还有趋势力道，有没有？一早空你就空，翻多空单回补翻多，上来转空多单获利转空，下来翻多空单回补翻多，然后 AI 城市一多，今天一早空多空多4趟160天，完全不要你猜啊，每一个转折都是很明确的清楚的讯号，这才是你要的嘛，对不对？今天4趟160点，轻轻松松，好吧，把 AI 城市带回去。这台股票啊，我们一路跟你讲嘛，锁定主流嘛，对不对？从9300跟你讲5G主流，有没有啊？到了11077告诉你高档哦，要懂得避险哦。这一路送你的稳茂郁金光，郁金光从100多，上礼拜是不是来到500多？告诉你逢高要懂得怎么样，要懂得避险喽，懂不懂？啊，你还听不懂？你看看郁金光从520告诉你逢高要避险，今天呢410啊，杀了100多块了哈，你懂了什么叫避险了哈？稳茂80多，是不是来到240？一样逢高要懂得避险了哈。再来送你的超声波、屏下指纹、叶城有没有？大涨60%哦，叶城会涨到哪啊？再来跟你讲创意五 G AI 有没有？五 G AI 台积电转投资的，从190，今天很快又要创新高喽，有没有？又拉尾盘了哈，注意哦，创意这里很快又要创新高了，我跟你讲，好不好？一路从100。190、200，很快要创新高了啊！5G AI，创意2号，这也是我们相当看好的，好不好？苹果 Apple， 啊，整个无线蓝牙耳机的商机，今年还在100哦，啊，从80多块啊，今年还在100以上啊，再来值得珍惜，有没有？值得珍惜，来导播。是不是从79块啊 ？AI 城市转多，值得珍惜哦。很快又要创新高了，我跟你讲，好不好？5G AI 自动化，很快又要创新高啊！好好的注意一下。再来这档5G 低价转机，好不好？未来5G 平台游戏商机爆发，股价才在2字头哦。只要来到这里，我告诉你，来到这里，你就赚一倍了。我告诉你啊，还没赚到钱的，像这种大格局5G平台低价转机的，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好吧？还没赚到钱的，华信回娘家，五路财神到你家啊！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来索取五路财神。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大家好，我是汪姿曼。即使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在国道上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进入雪山隧道时以前车保持两个蟹形线或是以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大型车则需以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指数操作，你方向要趋势要很清楚啊，预判趋势啊。9300已经给你画到这里了，对不对？1700点，来到这，上礼拜是不是跟你讲高档要怎样面临前高，懂得来回震荡操作，你不要傻乎乎，这里不是强多，不是强空，来回震荡啊，是吧？从上礼拜指数你要懂得高空低补，来回操作。啊，所以上礼拜4月18一早11022叫你空，有没有？1025再空，9:131102空，下来有没有钱？啊，100点呐、啊，有没有？加入赖都跟你讲了，19号开高1028，哎，还是空哦，有没有？9:211028再空哦，有没有钱？是不是70点？这两天不就170了吗？昨天一样，开高1015，哎，再空，有没有？1015再空下来呢，是50点。3天是不是200多点？所以你不要死多头死空头嘛。今天一早，哎，10988，哎，又空，有没有？今天一早有没有？对不对？加入赖一早是不是告诉你10988先空，下来951翻多？看一下一早9:0410988空，就在这里啊。一早10988空，是不是50点送分题？9:30951翻多，951翻多，是不是40点送分题？两趟快100点嘞，10:12977短空震荡一下，接下来呢导播拉近点，有没有968？哎，又多，尾盘呢？啊，50点，今天4趟自己看，100多点。空多空多4趟，160点，轻轻松松啊、哦、那这4天你自己看看，170-50，今天160，那不就将近400点吗？完全不要你猜，你懂不懂？所以把 AI 程式请回去，他第一时间计算筹码，不要你这边花时间猜啊赌啊，算了半天赔得一塌糊涂，对不对？好不好？股票锁定主流底部嘛，1月4号5G 啊，没有错吧？啊，一路做多，玉军光让你赚多少？100变500，告诉你逢高懂得避险哦。什么叫避险？什么叫避险？是不是？2天杀了100块，是不是？稳茂一样，80变200，是1.7倍，逢高也是一样，不要追了哈，避险。再来，指纹辨识有没有？屏下指纹，叶城。看到没有？涨60%，叶城会涨到哪？创意有没有190？今天又要创新高了，好不好？创意要涨到哪？啊、嗯，创意2号注意一下啊，这也是我们相当看好的，好不好？今天还在100，今天还在100啊！我就跟你讲，刚刚发动，再来值得珍惜，有没有？从70多块，今天是不是100了？啊，一路创新高哦。很快要创新高哦，5G 自动化啊，在这档低价转机，好不好？
稳冒第二，整整七个月半年的大底，刚刚发动，二字头，五 G 平台，好好的把握，好不好？那五路财神把他请回家啊，那指数操作不要猜，好不好？四天 AI 城市短冲是不是将近400点？就那么轻松，好不好？加入我们的 LINE， 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来跟着我们 AI 城市一起操作。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